没想到是1.54斤 ，Lindsay 真的很轻巧，只有95公斤，轻轻松松就架起来哦。Music 超省油，1公升能跑60公里哦。Music 马力大，速度快，1.54CC 想去哪就去哪。新时尚，我的都会行动力，音乐带我飞。是的，相信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一次 Music 代言人是谁了吧？是不是非常的具有独立、勇敢、自主、有个性、有想法的感觉呢？好的，那么现在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2011 Suzuki Music 代言人飞出场！在舞台上面看到飞，谢谢，真的，你知道真的吗？对，今天，对我来说很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上一次看到您的时候，我是在台下在看你的演唱会，所以上次我们办了一个台大体育馆的演唱会，非常成功，谢谢。是是是，而且真的现场人很多，听说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是整个盛况空前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感谢所有人的支持。是的，而我上次啊在看你的演唱会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，我今天看我本人，就是我有个感觉，就是其实飞啊看起来你瘦瘦小小的，可是在舞台上爆发力十足，感染力十足哎！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 Music Suzuki Music 要请你来当我们的这一个代言人了，因为其实啊你跟 Music 一样，看起来很精致很精巧，没错，可是很有铁肺，对不对？就是很有感染力，就是、马力很强的，对对对，我们的马力也非常的强，没错。是的，那我可不可以跟请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啊你代言这个 music 的这个心得，我们可以往前面给大家我很多妹子都在拍，迫不及待是在拍，是，这一次真的非常开心能够代言这个，是，就是 Suzuki 的机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一直非常向往能够独立的，就是独立自主的，就是不用靠别人，就是想去哪里就想就去哪里的这种生活，所以能够代言机车是我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就是非常 match 的事情。对，那这次也知道就是 Suzuki 的机车就是比较就是它的马力非常大，而且它的容量很大，是非常适合我，而且它其实才95公斤而已，所以我记得我拍片的时候那天穿高跟鞋，我就一直在那边一直踩，就觉得好轻，对不对？轻，对，就是一直连续动作十几次都不会累，所以我真的觉得
真的代言对了，真的。而且像现在啊，就开车还要就是担心停车位的问题，哇，有了它行动力更十足，对，非常方便。嗯，因为其实啊，现在很多女生都跟飞的个性一样，独立自主，有主见，有想法。那其实这一次我们推出了这个 Music 就很符合这样子的女生，我们针对女性的需求哦，有很多贴心的设计。嗯，没错。那我问一下飞哦，因为其实啊，在这个机车的市场里面，我觉得相信大家跟我们都有一样的经验，在大学的时候，几乎我们的交通工具除了公车之外就是机车了，对不对？机车非常重要。哦，对，那我请问一下哦，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一样，就是跟着同学常常啊骑车出游？就是最美好的回忆都是在机车上面发生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那你都跟哪些人去哪里玩呢？就是社团啊，大学的时候一定玩社团。那社团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大家初次见面，所以一定会办一些就是郊游，就是集体活动。那通常集体活动都会去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，就是感觉比较有能够旅程比较远啊，可以聊天，对，可以聊天，对，发生很多的事情，所以机车就很重要，因为机车行动力好，然后停车方便，而且重点是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会更接近。哦，原来巨星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活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我记得大一的时候，我们疯狂的去，因为我们读福大嘛，旁边就是泰山，所以泰山就是一个非常好，就是培养夜游的地方，对啊，交朋友的地方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摇滚音乐研究社，所以我们都会带那个我们的所有喜欢的音乐通就一起上山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办趴。哇塞，很好玩的感觉，就是上山下海哪里都去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可是其实啊，我们上山啊或者去海边玩路途很长，怎么了？有时候会很尴尬，如果马力不够强的话，就会就是爬坡爬了非常吃力，后面的女生就会有点尴尬。对对，所以一台马力很强的机车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对对，而且呢，其实后面你刚有说后面女生，对不对？其实女生坐后座坐久了，哎，还蛮腰酸背痛的。对，真的真的。对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针对大学生呢，有一个很不错的需求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相信大家都一样丰富的大学生活。我们如果上山下海，我们这一次呢 ，Music 它还有很特殊的是日本式样的62公分超大坐垫哦。非常棒，坐得很舒服。对，而且我刚有压压，非常的软 Q 软 Q 的，很舒服。我也想压一下。对，这坐起来非常很弹，有弹性啊，对，很有弹性。所以呢，就算我们去山上玩哦，就算带着很重的吉他，好像觉得坐起来也非常的舒适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那刚才飞又讲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它看起来很轻巧，它只有对100cc 的外形，可是125cc 超大马力，非常的诱人。这个对，其实飞你知道吗？它有一个更酷的地方哦，就是刚才我们的藤总也有讲，它拥有呢这个日本 DTC 的这个喷射引擎，狂销热卖20万台，真的，所以就是非常厉害的引擎，就对了，很厉害啊，就跟你的肺一样厉害啊，马力十足啊，马力十足，所以爬坡啊，就是非常的轻松，对对对，绝对没有问题，让环岛也不会累。对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引擎真的看起来非常厉害，很轻巧，看不出它有一个很大的心脏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来尝试。